今天只谈了很久的《相遇千城》，我是相遇的忠实爱好者。比脸还大的雪胖子，里面有一层蛋糕，香芋卷，还有旺仔牛奶卷。里面讲这样，有奥利奥。香芋卷。好好吃，迷彩爆浆蛋糕，这是从下面开始爆。幸好我穿了黑色的衣服。